反骨这家店好像很难做，前前后后好多店都做不起来。反骨走前一间也是饮料店，现在是晚上6点钟，前前后后四家店都没做长久过，真的惨。现在反骨这个吸金的店走了士林夜市更惨了。来看看今天的士林夜市，现在快7点，怎么空城？主干道都人满为患的，现在都是招租。几乎的店家都有营业，前面的鸡蛋糕是脆皮的，还蛮好吃的哦。太多招租了。
左边这家玉米是士林的老店，真的好吃。固定的店家都有营业。以前排到死的士林杏鲍菇，人好少，赶快来吃。超好喝的饮料店，亚米亚米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、追踪、开启小铃铛哦。